大家好，又嚟到《加快流程》嘅六個八集第二節啦。係啱。咁啊，上集就穿插咗啲，就講穿插咗啲一個去咗睇一個相展啦。係啦。咁跟住結果咧，又翻翻嚟築地，築地附近。咁啊，今次就唔同上次嗰啲 snap shot 噶啦。有啲咩唔同咧？今次係影一個景觀式 landscape。係啦。築地 landscape。係咪你上次講過係咪應該大底定係點樣啊？係啦，大底，所以嗰啲係 square form 嘅，係正方形。正方形，直係五比六啊？正方形嘅，直斜正方形。係啦，咁我可以即刻嘭嘭聲睇下先。因為都幾多下。係啦。好，呢個係繁忙嘅。啊，仲好大粒字叫築地啦，係嘛？喺中間。你望一望。兩個啊嘛。嗯，兩個啊嘛，咩兩個？即係車又築地啊嘛，跟住個門牌又築地啊嘛。係啦，咁咧，大家留意啦，景觀式嘅攝影唔應該咁樣嘅。你唔應該咁樣，你意思係唔應該有啲喐嘅嘢喺度啊？定係定係點咧？即係你譬如你唔夠客觀啊！即係加咗一啲其他元素落去，即係唔係淨係個 landscape。嗯，即係咁就比較太主觀啦。你意思係譬如話多咗啲車啊，或者係多咗啲 banner 啊嗰啲喺度啊，定係點咧？即係你意思係太多嘢。係啦，咁呢張就係我覺得唔反面教材。咁俾睇。即係唔係夾唔夠財嘅，但係你睇下一張，你睇到噶啦，下一張相。好，咁就有冇分別？基本上前排啲車係全部冇啦，咁、車唔係冇嘅，喺個停車場入邊點都有啲。係，但係你對比上一張係點先？前面嗰張就好明顯係好多車啦，喺條路上面啦，即係起碼都三件。係啦。咁嘅感覺咧，感覺就係非常之相對比較繁忙咯，相對比較繁忙。係啦，咁你 landscape 你係講緊係咪要一啲好寧靜到只蚊飛過都知嗰啲咁嘅嗰啲咁嘅 feel 先？其實係嘅，即係話喺張相就當然係出唔到聲啦。咁但係出唔到聲之餘，又要令到出到個 feel 係好靜，係啦。咁你先可以有嗰種好寧靜的 feel， 好客觀、好寧靜，係好即係唔係要令到你感覺上好吸引你嘅。嘅攝影方法咧，係咪咁樣叫？即係冇一個好突出嘅主題，成個主題就係成個 landscape 嘅平面。係，會唔會咁樣會比較準確啲咧？平面啊，即係冇乜温度咯，應該話冇乜立體感。立體感梗有嘅，支鏡咁靚。唔係立體感係即係你嗰個成個畫面嗰個比例係相對係一個。比較短的平面，即是你不會好像剛才有車那張那樣是前排有些即好像很有層次 的車啊那些樣、是不是這樣呢？即譬如你遠處的山又好，遠處的樹又好， 那個距離是相對比較短一點，即你不會、前面有隻羊走過
之旅。睇多幾張先再俾 comment。咁啊，其實咧，下一張咧，其實大家睇係睇黑白嗰個對比嘅，更加寧靜啊。係。因為你黑白就變咗。呢一節都好多黑白同彩色俾大家睇下嘅。再個 feel 會重啲喎，係嘛？係啦，呢個係一個景觀式嘅手法啦。係。咁啊，拍攝呢個租地市場就執笠咁嘅樣。咁其實都真係執笠。係啊。咁啊，有景啦，亦都有啲好細緻嘅。係。即係 still life 嘅，下一張就係啦。好，彩色。係啦，彩色嚇。咁啊，呢個下一張黑白俾大家睇下。下一張係黑白，係冇難揀咩啊？你頭先幫我揀，我結果揀咗張彩色。如果你話要襟睇同一個，如果你係好冷靜咁睇，就梗係其實就可能係黑白。應該話，如果你是地嗰個正門咧，我係中意彩色。不過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成 set 計，就梗係黑白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單張嚟計，就呢張我中意彩色多啲喎，係嘛？要有啲顏色睇下，唔係呢個問題，即係譬如你係咪類似 vintage 咁樣？咩叫 vintage？ 即係好似懷舊啊咩？佢有紙紙喎，點啊？冇啦，懷舊、啊、花咗啦，好明顯就係、是，咁都可以刮花啦。即係懷舊個 feel 就變咗唔係黑白，淨係彩色，即係黑白反而出唔到咯，個 feel 係彩色先出到咯。嗯，呢個我覺得啫，呢個係呢個意見都唔錯，我會再諗下。即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係成 set， 因為你頭先俾我就咁一張咁計啦。嗯。咁一張咁就梗係我覺得彩色啦。咁但係你成 set 咁，你唔係淨係得一隻色噶嘛。嗯。即係你可能係相對有幾隻色，咁變咗個 feel。的組合又不同了嘛，所以都是難揀的，沒錯，這個我真的揀不到，所以唯有看下一張了。咦，原來那個mon cut感一點東西，是啊，出不完，因為你那個是正，所以我剛才問你是不是正方形還是5:6，其實大家看看右上角的人那裡沒有那麼窄的，其實在我原裝的照片可以再有鋼管，再高多一點，而下面右上角那位仁兄上面呢其實都還有一支鋼管的，所以但即不好意思，就出不到就是出不到。那個 mon 個膠袋下面右下角都看到膠袋的，右下角個白色嗰一笪啦，咁其實係膠袋嚟嘅，咁下面都仲有留空咗少少空位嘅。因為景觀攝影好講求嗰個畫面嘅內容，係啦，即係畫面嘅內容係嗱，其實嗱講真，右下角白色嗰笪你唔話俾我知膠袋，我係唔知嘅。係啦，即係就算點雜亂都好，即係你一定要。很注重個位置，所以依家睇都係啦。對於依家睇個 mon 會差啲啊，咪咁真係唔好意思，出唔到正方形，就係實質嘅正方形就係出唔到，爭咗少少。唔緊要啦，係啦。咁啊，呢張我自己就好中意嘅，所以得一張黑白。咁但係呢個其實就唔係景觀式嘅攝影，因為有個人喺度。咁如果係個人，而佢太搶眼啦。哦，咁你一因為咧就係咁，因為景觀式嘅攝影就係呢個手法，就係基本上唔想你有重點，係啊，
exactly 直情係成張相係唔應該有重點嘅，成張相先係一個整體，先係一個重點，唔會啊，因為個別有一兩粒人喺度啊，一兩粒花喺度啊，而吸引咗你嘅注意力。係啦，但係呢張我自己就個人好喜歡啦，所以就都拎出嚟。好，下一張。係啦，咁啲。呢就係嗰個車啦，嗰啲三輪車。歸和商店就係你頭先問，即係上兩集你問我，哎呀，究竟係點樣分咧？咁就係啊，前面有個招牌喺度嘅。呢架嘢就歸和嘅咁樣啊，就咁樣。嗰個係澤梅嘅咁樣，即係咁。咁係啦，咁即係頭先嗰啲就係正常，即係你正常嘅四比七。呢個就係正方形啦。咁正方形係啦。咁景觀式攝影都係類似咁咯，不過一個人黑白就好啲，所以呢張唔覺有個人喺度嘅。哦，你要好細心去睇先睇到。彩色就好明顯嘅啦，下一張彩色。係啦，冇錯，好明顯見到後面嗰個阿叔啊。係啊。咁其實呢啲係你係可以等冇人噶嘛，係咪啊？是我太眼瞓啦嗰陣時，其實真的如果你想要冇人，其實你確實是可以是等到的，係，我是可以等到的，不過就真的太眼瞓，因為十二點起身，夜晚十二點起身，就再整個通宵添。係啦，通宵再食完啲嘢，咁應該係精神好啲，就血都落埋個肚。就上即係落咗個肚就上唔到個腦度啦，所以又更加眼瞓啦，明唔明啊？食完嘢就反而眼瞓噶啦，咁啊所以等唔到啦，咁冇計啦。啲血要幫助消化啊嘛，咁你咪等眼瞓啦。咁啊冇啦，我影嗰時真係唔覺嘅，所以黑白好啲啦嚇，冇計。好，下一張，哇好多字啊，係啊，咁有曬佢哋啲名啊。豬啊，意思即係可能日又即係公司啦。豬即係公司啊，豬色會寫。有啊，唔知咩意思啦。唔知喎，係嘛？咁基本上因為所有差唔多係入口，就可能係擺曬所有魚市場入邊嘅會員啦，或者係即係入邊有檔口喺度啦。頭先係啦，即係嗰啲檔口啦。有些武檔都用名字做的啦，即係私人啦，即係可能嚇，姓林都有，可能唔係日本人，係啊，似啊，馬有，有兩個字咁日本人，有點解冇人？有啊，係喎，鬼谷啊呢、這個，但係姓感覺上林字好似係咩啊？係啊，似啊，好似係。咁佢哋就我唔識日文嘅啫 ，sorry 嚇。咁佢哋門口就會擺個側，喂，呢個側門擺個擺呢個水牌，其實係水牌嚟嘅。嗯，啊正門冇嘅，係。我哋後屘側門入翻去。哦 ，OK， 係啦。咁呢張我冇人，但係有人名。呢張我都幾中意。係啦，就係嗰種客觀性好重。但係正方形會唔會即係你影嘅時候嗰個視覺係當然係唔同啦。咁影難啲好多。係咪同平時你影翻正常比例，即係四比三咁樣係？是有很大分別呢，是啊，因為你你望落去嗰下，其實就已經是正方形噶啦嘛。同埋個問題就是你一來呢種景觀攝影係最好不要有個重點俾你看到先啦。二來就是正方形已經又不是橫又不是直，更加難找重點。係，所以你是特登用正方形大計大底，係啦，就表現呢種係啦。即係去表達啲人係最適合，係啦，冇錯。大家都可以睇下一張啊。嗯。你睇我影乜嘢？究竟想就係、是、你越唔知道我究竟想影乜嘢，咁呢個就是、想點得啦？即係個問題就係你想點啊？係啦。大家可以睇到景觀攝影就係呢一類咁嘅。係。咁但係會唔會係即係除非你係一 set 咁樣啦？但係呢張又唔係咁好嘅，就係景深唔夠。前後嘛。景深唔夠嘛。不可以最好不要前那即是超細光圈其實是很苛刻的如果真的要一個正宗你想是要就要 set 腳架即是22光圈都不得怎樣還要夠遠才
還要不要前後太爭遠的景物。你現在很明顯就這樣，因為前後景物太爭遠，但是因為這個 angle 實在太喜歡，其實是很近，而且兩邊相差，我知道啊，那你兩邊相差的距離就個比例不對嘛，是其實是現場，即你感覺就好像其實兩邊 相差很遠，距離相距很遠，但我又不想裁太多，所以即其實我走後一點拍都可以的，是個景深就吸發到這裡，但問題就是著數又不夠，其實很多考慮拍這些照片，這張我很喜歡，雖然它景深淺了一點，但我也覺得感覺也挺好，就是這種不知道究竟自己拍什麼東西，咁喂，冇一個簡單嘅，同埋冇一個消失點嘅，即係啲嘢係無限伸延噶嘛，即係你冇一個透視啊嘛，冇啊，因為總之擋咗佢嘛，係啊，冇咗個透視啊嘛，係啦，好，下一張景觀式嘅，同頭先影嗰啲，但係呢個雖然話就話冇，即係總係有前後嘅分別喎，係啊，係啊。咁當然唔好全部一樣啦，即係全部一個平面，唔會啦，當然唔會啦。咁好悶咯，我覺得。哇，咁有啲難選擇喎。咁即係究竟係我需要有前後嘅景深又好，或者距離又好，定係後面即係全部一版一個平面咧？我都難抉擇喎。係啊，所以藝術就唔係求分數啊嘛。是難的，是的，黑白啦，這個，跟住下一張彩色，邊張好啲啊？黑白咧，黑白，唔係因為你彩色都真係都確實真係都幾多隻色喺度，係呢個係一個問題，你就咁睇前面就已經係紅色、橙色。沒錯，綠色，跟住後面就有藍色。嗯，係啦，都啱嘅，都啱嘅。咁你就變咗個立體就比較豐富一啲啦。嗯，黑白就冇咁係啦 ，flat 啲啦。係啦，都啱嘅。好，下一張都好中意嘅我。嗯。就係啲景觀式、地景式嘅攝影就係咁樣啦。啲 angle 滿到嘔，係啊，完全唔知影乜，係啦，係啦，所以咁但係我讀完呢個當代藝術課程都幾暈啊，個人都係啦。究竟影相嘅表達，但係有個問題，即係如果我影啲咁嘅嘢，其實會唔會你係會問一個問題？你影乜都咧？嗯，其實都會嘅。咁就有啲難，咁就有啲難度啦。所以我都可以推薦你去讀我個課程嘅。有第一就要有錢先得啦，第二有時間啦，時間啦，錢唔貴啊！今次呢個可以攞翻兩皮嘢啊嘛，政府嗰個基金。咁，okay， 第二個問題就係有時間啊嘛。時間先係問題。係。下一張。哇，都係啦。做咩咧？唔係，我係諗緊你係唔係正面影埋啫，即係都側側地，係啦。雖然我即係接即係學咗係景觀，就最好係一個平面一個。係咯，就係你頭先。但其實我都想嘗試一個喺側側地，但係又冇咁 flat 嘅，即係 flat 得嚟。即係你一係就好個距離好遠。flat 得嚟，真係冇咁斜咧，見到。喂，咁應該話你。其實個實物你都知係平面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喺呢一個角度嘅話，你就唔係對正啊嘛，咁感覺上就會有唔係一個新嘗試啦，即係覺得係一個新嘗試咧，應該都好寧靜嘅感覺都係好寧靜，咁但係就唔係一個平面啊嘛，變咗係啦，個平面係側咗啊嘛，係啦，冇錯冇錯，咁得唔得咧？其實得嘅。意思即係整出好唔好睇咁解啫，好下一張。咁呢個純粹俾大家睇下啦，出邊呢個
魚市場嗰個價步咧。係。咁呢個就同 landscape 係冇關係嘅。哦，呢個純粹資訊説明，純粹係説明。大家見到畫面嘅右手邊嗰楷黃誒藍色嘅楷就係我哋導賞團第一站去到啲人喺度叫囂。啲魚雪凍曬擺喺曬度，啲師傅喺度揀魚個位置啦，咁樣。O K。咁啊，再見到正門，即係個楷魚嗰藍色嗰笪嘢，見到呢個畫面嘅左右右下角正門就係我依家影呢幅嘢嘅地址啦。都雖然係細粒咗啲啊，咁應該下面有一個叫做現在地，即係你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嘅。嗯嗯，冇錯，係啦。就係咁，純粹一個就佢係咩咧？唔俾你帶大嘅行李啦，唔俾你著拖鞋啦。係係咪拖鞋啊？啱。英文係咩？呢個係 sandals 啊。著咩啊？涼鞋。哦，唔俾著涼鞋啦，唔俾推 B B 車啦，唔俾食煙咧。唔俾帶寵物。係啦。咁大家如果去就小心啲啦。即係無謂帶完，跟住唔俾你入去喺度坐，即係某好似啲某國人咁樣啦。係啊，係某國係啦。好，我哋翻嚟先。好快揾咗，咁得啊！下一集捉你資料應該都差唔多冇噶啦，係啦，可以唔使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翻多，係啦。咁諗住講咩咧？再睇，好，暫時買個關子先，因為未諗，所以都要買噶啦。好，下一集見，多謝大家，好，拜拜。